参加今天的盛会，我在这里先向各位说声非常感谢。我要看稿，先要念这些贵宾的名字，所以不看不行。啊，这个尊敬的副市长，啊，张正远先生。尊敬的观光旅游局王局长，啊，尊敬的民政局长陈忠彦先生，消防局长李明峰先生，文化局副局长周雅晶小姐，郭忠和林副院长，远达旅行社的林世昌董事长，还有我们许多的合作伙伴，啊，这个还有华航的曾总，还有罗主任，更重要就是我们的媒体朋友，啊，都今天一一的出席这个盛会，我们内心感到十分的感动和感谢。真正在这个16年来，大义立志。我个人感觉有几件可以提起大家做一个回忆。在16年前，啊，可以说是跟南科开幕那个时候的艾谦局长，是现任的那个南台校长同步呢，能够将台南的这个所有的企业界的一些困难，客人一来到台南，最好的饭店就是我们现在的台南饭店。那个时候，我们为了要解决台南市所有企业界的外国客户进到台南吃饭以后，都会到高雄去，啊，就台南没有这个让他们喜欢的饭店。所以16年前就开业了，啊，这一点解决企业界的困难，啊，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记忆的回想。第二点，我再向各位来做一个报告。在16年前以后，我们一直的秉着服务贵宾，跟在让他有回家的那种感觉的这种理念，啊，来经营这个饭店。另外一点，我还是值得提起说，在陈水扁总统时代，在这个大义立志酒店办过有5次大型的国宴，这是在国庆里面把所有的国宾外宾从他们的总统跟他们的随行全部移到台南，这也是值得我们台南市的一个值得回忆的。另外第三点，大家进入大厅的时候有看到，我们也可以代表台南文化古都，每3个月就有1次的展览，像现在的展览就是永兴家具，它里面排的椅子都是放在总统府贵宾在坐，所以我觉得说，真正这种文化能够展现出台南市的一个文化古都的特色。另外一点，大义立志酒店，自从我们3个兄弟不断的一直在想说，怎么样能够对台南市做出贡献，所以现在呢，在每年配合我们吴金茂基金会的这个合作，能够来帮助台南捐血中心，贡献给捐血中心大概每年都能够有1000多袋的优良的血液，来帮助大台南地区所有的患者。另外
更值得提起，就是在奇美医院还有郭庄谷成大曾经在这里都办过国际型的大型的这种医学研讨会。我觉得在国际上，尤其是我们严希林总经理的那种推销的行动力量，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喜欢大义励志酒店。刚才我们听到副市长给我们的鼓励，我们非常的感谢，但是一直到现在他都要卖了多少柜本表。严总经理你要记住啊，应该是这个一定要带他的太太来试一试看看，说大义励志真正的温馨在哪里。所以以上几点等等呢，我们三位兄弟呢一定还是会怎么样能够来对整个台南市做出我们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我相信今后还是会再做更多对台南市需要贡献的这个方向来走。特别再补充一下，台南的文化局如果是我们的饭店只要有文化的一些这些动作，我们都可能不敢冲说一定在最前面，但是我们对文化局观光局我们都能够有相当的那种互动良好帮助的各方面的关系。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看到大家这样的这种来关心过去的努力和支持的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记者先生小姐，很多都是好朋友我非常的高兴。那希望今后呢各位贵宾能够在这个今后也能够支持以及鼓励大义励志的所有的同仁能够继续的来往前努力在这里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各位。能够来参与这样一个历经16年重灾大会的一个盛大的一个记者会，那我们除了呈现出我们今天不一样的一个餐点以外呢，我们结合了一个阿密斯，我们从这个9月9号呢会来做一个不同一个原味觉醒的一个飨宴，那也希望在这个餐点的呈现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那诚如我们刚刚跟旅游局的王局长所提，我们台南这个饼呢是一定要把它做大，所以每一次我们出国去参加所有的这些展览呢，推销的不只是大义励志，我们在宣传的是整个大台南市，包括我们的奇美博物馆，包括我们的蓝晒图，我们对面的文创园区，还有我们整个大台南的小吃，希望整个把台南市场做大，我们大义励志才有机会。那也感谢各位贵宾呢能够把很多美好的回忆，很多的活动都留着在大义励志来跟我们一起的参与。那今天呢我们在希望我们享受这个佳肴的同时呢，也能够来做一下宣传，感谢各位呢我们在9月份做一个回馈的活动，整个周年庆，因为16岁，所以只要消费1600就可以有一个摸彩的机会。那非常谢谢我们华航的曾总赞助了台南到我们香港的2张机票，还有我们远达国际林董赞助了台南到大阪的机票。那除了这个机票的大奖以外呢，我们还有大义励志的一些总统套房，还有其他一些旅馆的住宿券，包括我们立新珠宝，还有我们冰 SPA， 再加上很多一些一系列100多样的奖项等着大家来参与。那也希望各位媒体好朋友能够把这个好的活动能够告诉大家，也希望大家好好来享受今天我们所呈现的体验，谢谢。